失误的状况之下，我担任老师的助教到现在持续已经30年，今年刚好郑湘君跟吴静两位选手一个一内一外，在整个比赛当中有比较完整的一些表现，希望今年的目标能够前进8强，甚至到4强，最后能够重返荣耀得到冠军。忍者无敌，我们是古人大学。